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哎呀妈，没戴帽。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嘿嘿嘿，大家好，大龙啊，今天收到一个快递啊，这是什么快递呢？我告诉大家，因为大龙啊，签约西瓜视频了，这是西瓜视频呐、啊、给大龙送的这个签约大礼包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大龙准备做一期开箱视频啊，现在啊，剪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看看。哎呦，这个挺费劲的。官方啊，还给大龙送了礼物，不知道里边是啥，我也没问，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好奇心。哇，什么东西，一个袋儿吗？哎呦，看一件衣服，哇，两件衣服，哎呀，看见这没有？龙，一会儿看啊，两个，哇，没了，哇，这有一个西瓜的这个。哦，真不错，这个啊！哇，这以后出门，这是帅呆了，这就。嘿呀，哎呀，咱们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啊，这西瓜视频送的大礼包。嗯，哎，这个衣服之前我有一件啊，是上传的时候。参加那个嘉年华的时候有一件，这个比较大一点，啊，西瓜视频，这个好像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也是衣服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兜，啊，我以为是衣服呢，啊，这是一个兜，哎，这兜不错啊，这兜大龙出去买个菜啥的，上菜市场啥的，你们想真走道啊？这里要感谢一下，六六姐、七七姐、秋女姐姐，菲菲姐姐啊，还有这个佳佳阿姨啊，谢谢大龙对大龙的帮助啊，还有对大龙一直的支持啊，哎呀，这个有点勒脖子，我先拿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松开点，咱们打开这个最重的啊，能是什么呢？四四方方。长明灯啊，啊不是啊，是个杯，哎呀，这个杯也不错啊，哎，全是这个旅游用品呐、啊，这我喝咖啡啥的都好，这我现在这有一瓶水，来试试啊，咱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吧啊，感谢西瓜视频一直以来啊对大龙的帮助啊，还有几位运营小姐姐一直以来对大龙的帮助，谢谢。大龙现在成为这个签约作者呀，也会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输出优质的作品啊，也谢谢所有的粉丝一路支持和陪伴大龙，谢谢你们，大龙先干为敬。哎呀，喝不下去了啊！行了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了啊！这枕头是真不错啊，就是有点勒挺啊。好了，拜拜。